大家知道，在物资非常匮乏的年代，照相是件很奢侈的事。你没有钱，几乎就不可能来照相。即使你照上了一张相，那也是黑白的，连个颜色都没有。不像我们现在照相已经很普及了，拿个手机就能照，随处就可以拍，拍出来的还是带颜色的。如果你现在手中有一张年代非常久远的老照片，那应该就是黑白的。那你想不想根据这个黑白照片来上色呢？今天我们的机会来了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网站，打开之后就可以上传你的老照片，然后它就会自动给它上色。我们今天来看一下。好，现在已经打开了，我们直接进去跳过来试一下。先把声音关了。由于现在我手里没有老照片，我就从网上下载了一张袁世凯的照片。我们直接就是用它的黑白的来试一下。直接点中间这个相机，选择文件就可以了。我们直接选择第一张。现在勾选一下隐私条款，然后点击给照片上色。稍等一下。已经可以了。如果你想获取这个网址的话，你可以关注我们 VX 团的微信公众号，学习全品的山东胡宝义，发送本期的暗语温暖了寂寞。我们本期就讲到这里，下期再见。